嗨嗨，我是莫南。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摧毁的游戏，哈哈哈哈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重建，开始吧。谢谢哈，这里好像这个是一个圆柱形的房子，那我们不要站在背光，我们这样对眼睛不好。一颗球送给你，哇靠，这就被打散了。不值得一提。那我们除了正常子弹还有什么？铁球，我靠！铁球，还有铁球超大，我们远距离先暂停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放一颗，然后我们从这边的另外一侧开始看。我靠！我靠！那颗也太大了。小炸弹，我靠！直接炸掉它！这个炸！然后我们这里，好爽哦！先小声一点。这样感觉好像很那大炸弹是什么、啊？等一下，如果再减个5呢？不能再减了，最轻是0.5，那我放这个嘞。呼呼好，重建，还有超大炸弹，那我们就要看喽。走，好爽哦！那我们接下来，来帮他调整个硬度好了。毕竟嘛，身为一栋建筑物，它最多可以到多少？20。我天哪！哎呦，这次比较好了。L 毅力不摇啊！但很对不起，我们必须终结你。很对不起，好，那我们看还有什么遥控炸弹，真的假的？
要放就放多一点，有没有密集恐惧症的各位？引爆，引爆啊！哈？我要看的不是这个，你给我变回0.5。哇，好爽！呀呀呀！3, 2, 1, 4。直接被炸没，我现在想玩一个东西，我来看一下这个电击可以承受多少正常子弹。然后目前100颗哦，我们到150停下，然后开始累着了，开始累着了。好，150了，150了。那看起来我的大楼好像没有变那个崩塌的感觉，那我们继续冲到200，我们再停，一定要停。然后我看你那个喽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多给了一颗，没关系，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东西。哎呀！好，那我们真正的重头戏要开始了。超大炸弹，一颗下去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啦，真的是蛮推荐玩这个游戏的，如果你很喜欢玩爆炸的话啦，那有什么我下期见，拜拜。